有这样的学生还要什么招生宣传片？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，我们这里真的不用轻轻的挖坑。哎，那边开始了，谢谢小李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不是学校的面馆。有没有听到一半就心动了？然而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，食堂饭菜非常的美味，学姐也非常的漂亮，还可以每天喝普洱茶。我在云南农业大学等你哦。种地是不可能的。九冲学长这么实诚，各位同学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说啊，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，这里的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，这里的饭菜特别的香，WiFi 群覆盖也特别的快，学姐也特别漂亮，学长也非常的帅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哦。这学校生态环境老好了，不信你瞅瞅。南校区坐拥园林式生态校园，资深猴指导两支起，学生能学到最猴的猴技专精，毕业后可以在天庭担任弼马温一职。超长的跑道给学生带来了足够的学习空间，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不重样的保安小哥督促你进行有氧运动，学习三年后只需交出论文，窝在大学被追的那三年即可毕业。好家伙，每天都被不同的学长追，你爱了吗？感情你们学校说话是按秒计费是吗？哥们儿上大学吗？哥们儿，时尚城大学听过吗？哥们儿，出门就坐火车，回来都是直接听学校。哥们儿，正经一本。哥们儿，全国唯一一所铁道名门大学，别人都跑一次交水平。哥们儿，就我们敢叫，嘎嘎有排面。哥们儿，省重点，给安排空调，给安排四人间。哥们儿，男女比例不知道，反正地上飞的，地上爬的全是男的。哥们儿，男的你男朋友随便挑。哥们儿，男的就别人挑别人的，都你挑我都行。哥们儿，反正快毙了你再告我。哥们儿，赶紧来。哥们儿，趁着学校没让我删视频，赶紧来。哥们儿。这怎么不算招生简章？我们正式的为我们大学录一份招生简章吧。那我们可得好好拍。这是我们学校给我们提供的叙利亚高定场址，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宿舍条件，四人寝住起来也是非常的宽敞。招生四人寝改六人寝，老师通知我们过来。寝室四改六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更多的同学，打造和谐的寝室。我感觉我是超市啊。说这老多都不如最后三个字好使。姐妹，体育学院，吉林体育学院，男女比例男7女3男7女3，罗汉学校全是男人，全是腹肌男，嘎嘎板正，嘎嘎标准，学校里啥项目都有，篮球、足球、排球、田径等等，最重要的是训练时候嘎嘎热，都不穿衣服，阳光嘎嘎晒腹肌，晒腹肌啊！我还有浙江体院和宁波体校的学生证，全国体院我都认识人，只要姐们一句话，我帮姐们找男人。北大更是不甘示弱，来哥们了解一下北京大学211985，考不了吃亏，考不了上当啊！北京大学欢迎你，分数根本用不了710，全国统一代码1000，吃完爆浆鸡排才算 AP。在未蒙古的冬天，你能溜冰；在博雅台的夏天，打个圣地。路过的校猫，看不惯的学弟，五色操场里随便踢。毕业之后的全国各地修师节那里随便实习，校友组织发光发力，做完排球免费，杠杠的。哥们儿上大学吗？哥们儿，华南理工大学听说过吗？哥们儿，又叫华南理工芒果莲雾大学呀。哥们儿，考上了芒果莲雾，随便任你炫呐。哥们儿，双一流985211院校啊。哥们儿，正宗理工学校，全是男的呀。哥们儿，考上了男的任你挑啊。哥们儿，当然你可以挑我呀。哥们儿，我在这里报个名啊。哥们儿，趁我还没有毕业，赶紧过来找我呀。哥们儿。本还多一本，这都拿不下你啊！哥们儿，西安翻译学院上过没有？哥们儿，西安翻译学院二本比一本多一本，公办让你流泪，只教让你心碎，只有二本才是你的心肝小宝贝。西安翻译物理专业男女比一比九，上过没有？哥们儿，但凡你能在学校里看见一只猫，它都是母的。哥们儿，西安翻译学院主打翻译专业，什么人语、鸟语、兽语、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七言四语、甜言蜜语、牙牙学语，什么语都有啊！哥们儿，大学上过没？哥们儿，清华大学上过没？哥们儿，啊，清华大学上过没？哥们儿。学校通知书纸做的，哥们儿，二校门谈过没，哥们儿。北大更是不甘示弱，来哥们儿了解一下北京大学211985，考不了吃亏，考不了上当啊。北京大学欢迎你，分数根本用不了710，全国统一代码1000，吃完爆浆鸡排才算 AP。在未蒙古的冬天，你能溜冰；在博雅台的夏天，打个圣地。路过的校猫，看不惯的学弟，五色操场里随便踢。毕业之后的全国各地修师节那里随便实习，校友组织发光发力，做完排球免费，杠杠的。211985，全球知名学府，世界一流名校，我们都不是，但我们稳居全国500强名校。这里远离市中心，不惧城市喧嚣，没有 CBD， 不为贫穷困扰， WiFi 全覆盖，学长很亲切，学弟天然呆，男女3:7，不怕没真爱。这不比招生简章好使吗？成功人士巅峰住宅，坐拥临水美景，尽享贵族之尊，一键滑动解锁全生态沃土风化外立面，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百般打磨，全套家具精工降噪，隐藏式保险柜为您守住财富和秘密。
山东这个天气啊，太舒适了，太凉爽了，给人很舒服的感觉。39度的温度，一点也不热，宿舍里就一个风扇就足够了。我得盖被子，我很冷，我很冷。我们不需要空调，给老师用就行，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。新晋北电食堂代言人，我已经几乎把食堂吃了个遍了。除了粉以外，那个香锅也特别好吃，然后抄手也特别农林人的毕设有多难。种的瓜被偷了，影响毕业吗？哎，我瓜呢？完了 ，BBQ。开灯是吗？还有一个啥时候装空调啊？你是哪位啊？学生。哦，学生是吧？今天就开始启动。从哪儿开始啊？因为昨晚这个后勤部门安排的，但是去这个一定是现在连了200台空调，可能是先按照他们排名顺序。今天你们顺序能发给我不？这是后勤部门在排的。后勤是吧？我打后勤的。